那么我们把第一个做完以后，就是说如何去做那种，做的这种什么效果呢？就是有壳的这种效果，对吧？就像是这么的嘛，一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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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吧？其实呢，道理是一样的。我们先拿最简单的一个思路去做，就是说我们先比如说是外面一层红的，里边一层蓝的，对吧？OK，我们可以选择一个面，啊，点击选择这个面。点击右键嘞，用一个什么命令呢？插入啊，点击右键会出来这样的对话框，找到我们的插入命令啊，它插入也是一样啊，一个呢是点击文字，一个呢是点击设置方块，就前面的这个黑色的小方块，点这个也可以。OK，点击右键插入，你可以看一下啊，当我们点设置之后呢，你看一下这个位置，它第二个呢就是说是一个插入量，OK。咱们这个地方呢，不用改第一个啊，直接做第二个就可以了啊，拖拽插入量就 OK，对吧？你看这样的话就做完了，啊，插入完之后呢，我们就做完了。做完之后呢，你是不是需要做的是什么呀？啊，颜色的区分嘛，对吧？我们把里面呢进行一个啊，做一个白色的，啊，怎么区分颜色？我们昨天呢也说过了啊，咱们这边呢就。不去多去讲了吧，对吧？那其实是道理是一样的。如果说你还想要一层呢，还是选择什么呀？面再做一个插入，OK。然后呢，我们把里边这个面呢再换一个颜色，比如说我们要换成一个红色的壳，对吧？啊，这样的可以吧？啊，这就是说你需要多少个壳你就去啊插入多少个壳就 OK 了，好吧？但是呢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第二个问题来了，那不是说所有的东西呢，它都适合用插入，啊，这个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这个的话应该是用不了了，就，哦，插入一下，对吧？因为它里边呢是这样的，啊，这样的话咱们待会儿再来说，啊，遇到这个问题我们再来说，现在的话可能概念性不是很强。咱们现在讲第一种，就是说通过我们的材质去区分啊，做一个插入，因为你插入之后呢，就会有了这种多余的边，有了这些边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通过材质的颜色呢进行一个区分啊，区分这个核与核的一个感觉。那么第二种的话呢，是我们要在它的本身上，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地球，对吧？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地球，你看它本身上呢是就是感觉是一层一层一层的，它是分开的啊，它是分开的效果啊。但是这种效果应该怎么做呢？也简单，OK。用插入，啊，再插入一下，再插入一下，对吧？啊，那么我们说了，啊，我们需要把这些边呢全部选择中了，啊，我们可以把这个面呢再稍微插入一下吧，啊，选择它。双击它就是循环选择的一个意思啊，双击它就是一个循环选择这个意思。然后呢，我刚刚呢从这个位置啊，等会儿啊，重新讲一下这个位置。从这个位置双击呢是不好使的，因为这个双击循环选择的它这个机制是什么呀？它必须这个面的两边呢都是一个四边形。你看这边呢是一个四边形，这边呢是一个四边形，而且都是一样，所以说它可以双击快速选择。但是这边的话呢，你看我双击它是。没有反应的，因为我的这边呢，它是一个四边形，但是这边的话呢，它是一个多边形嘛。你看它一个面呢有多少条边？一二三四啊，有很多条边，所以说它是不能成功的。所以说呢，我刚刚又做了一步插入，这一步插入的话，主要是为了让我把它的两边呢都变成了四边形。你看这样的话呢，四边形、四边形、四边形、四边形，对吧？OK，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了，双击、双击、双击。那我们直接点右键挤出。那或者是直接在这个地方呢，找到我们的挤出命令。啊，挤出呢，现在什么都不用管了，先把它的第一个值，等会儿我们看一下。OK，第一个值，你看它出现了两个值，第一个值呢是挤出高度，因为我们想让它做那种壳的感觉，所以说我就让它把这个高度呢调成负数，比如说向里边去挤。OK，咱们先给它调一个，啊。你看，我已经把第一个值呢调成了负数了。那么它调成了负数之后呢，该调第二个值了，就是说基面宽度。OK，我们调一下。好，那我把基面宽度呢也就调好了。OK，点击确定。
对吧？然后呢，我们做完这一步之后，我们再用这个什么呀？再用这个颜色的一个区分呢，进行一个制作嘛，对吧？对吧？可以吧？啊，这样的话就是说，我们可以做出来这种比较写实的这种一个感觉吧，对吧？啊，它是可以这样子做的。然后呢，我们看一下啊，关于合格材料这一块呢，还有一种就是说，我想要的不是说这种的，我想要的是一个空壳的，其实道理是一样的。我们就是说在做这种东西之前嘞，我们用 save 之间进行一个缩放，对吧？但是你可能不可能缩放到一半吧？缩放到一半你也不太好对，所以说我们直接还是一样，先不管它是要一个单纯的要一个壳还是要什么，我们可以这样子做，先对齐，对吧？对齐之后嘞，从上面呢去加一根线段，点右键连接一下，我记不记刚刚讲的东西了？我们第三个值呢，是指的是我们加完线以后线的一个位置的一个偏移嘛，对吧？我们调整这个值就 OK。好，调完了，然后呢，我们选择里边的这些面，选择一个面，按住 Save 的键，然后选择旁边的面，它会帮你把一圈的面都会帮你选择中，点击 Delete 键删掉。啊，这样的话呢，也是一种思路。然后呢，因为好多时候呢，我们做这种东西的话，它里边呢是有一个球。对吧？所以说呢，也就可以，你看，我们这样的话就做完了，对吧？这样的话呢，也是一个合格材料，它只不过是通过我们的做完以后呢，加了一个变三道材料就可以了。但是呢，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说我单纯的不要这个核，我只要这个壳，对吧？那这个时候呢，你这样的话肯定是不行的，因为你这里边呢，它是一个单片，你一看就比较单薄，没有厚度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应该怎么做呢？再教你们一个新的一个命令啊，叫做壳的材料，叫做壳的命令。啊，当我们做好一个球，删掉它以后呢，什么都不用管，直接加一个壳。好，加内部量啊，调整它的内部量就可以，对吧？你看，这样的话呢，我们这样的一个壳呢，也就做完了。OK，对吧？你看，这是最基本的，也是最简单的几个合格材料。OK，我们看一下啊，还有没有什么我们还没有说到的？渐变的咱们最后再来说，那个也不用急。OK，基本上没有了。好了，咱们第二集咱们先到这里啊。